要有竞争很好，可是我的所谓的dealer 那个经销商在哪里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计划？比如说你提到好像是高雄某一个糖区有在做，可是你有什么把握？你可以觉得这是一个整体可以推广到各个地方的？谢谢评审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能够更好的理性啊。稍等一下，还有我比较有兴趣在这里，因为我看到你这边列的经费哈，大概是17万多嘛哈。这个经费怎么样分配法？是用在哪些地方？那么你有什么方法来筹募这些经费吗？我将两个一起回答。在高雄，他们因为有修女已经很早接触到，所以他们的修会支持他，他们自己的幼儿园已经在推广这个部分。那谢谢，我刚刚可能因为时间紧凑，我没有讲得很清楚。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方式，所以刚刚有提到它的内容，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国际的项目教学协会，它有非常扎实的一整套的内容跟教育方案。那它的建立其实是透过一间小室，它不需要太大，一个小教室，透过教具，然后还有引导员的培育。所以这讲到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引导员的培育。那目前我们台湾